镜像、阳焰、声音、鼓响等等，又如显现非影像者，如平崖、车、房等等，是正世俗。其实世俗并无正邪之分，以现象界来说，只有错乱境与无错乱境。如果转移阿赖耶识来做观察，则全部的世俗诸法都是虚妄的，对处于无明中的七转世来说都是错乱的。因为世俗法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，全部都是显现于内相分的影像而已，因此正确的说，唯有阿赖耶识是真实，于一切法悉皆错乱，故转以阿赖耶识而说，诸分别执蕴藏等之境明言中无，故可破除，才是正理。反之不依阿赖耶识而说，则是错误。广论444页到445页，接着又说：然执无常等之境明言中有，故非正理所能破除。又于生意或由自性所成常等四法，而非是有。如是于彼二中，无常等四亦是非有，故观待真实，只有彼八，全无是倒非倒之别。故密意说，随行色常无常苦乐有我无我，皆行于相，无常等境名言中有。此处宗喀巴所说即是。但是由无明自性所成认知世间常倒等四颠倒，必须以正理来破除，不是如宗喀巴所说非倒等四法非正理所能破除。因为菩萨证得空性阿赖耶识，转依阿赖耶识而作现前观察，了知一切法无常，就已破除常倒。菩萨证得阿赖耶识，转依阿赖耶识而作现前观察，了知世间唯苦无乐，就已破除乐道。菩萨证得阿赖耶识，转依阿赖耶识而作现前观察，了知一切法空，就已破除净道。菩萨证得阿赖耶识，转依阿赖耶识而作现前观察，了知一切法无我，就已破除我道。菩萨以无常苦空无我破除世间常乐我净四道，破除后再依于阿赖耶识而作现前观察，发现世间一切法常或无常，乐或苦，我与无我，然与净，都是无自体性，都是虚妄无实的，一切法皆无所得，这才是菩萨的现观。广论445页说，律宗论云：痴父自性故世俗，由此为法现地时，佛说彼是世俗地，此说由无明增上安利色等为世俗地故，答曰无过。利色身等为世俗地之地，是由意乐增上为地，此意须是地指，故于增益自性无明而为地，故于以断染污无明二阿罗汉及八地以上诸菩萨前所现诸法为虚伪性，非地实性，以无地实增上慢故，论说与诸无实执者为现世俗，其理即此。陆宗论说，痴父自性故世俗，由此为法现地时，佛说彼是世俗地，略称是应承拜祖师，因为否定阿赖耶识的缘故，才有如此毁谤诸佛的言论出现。他说世俗法能显现真实，说为佛说，其意是真实法是在世俗法中，所以真实法就是世俗地，如是谤佛。
办法的言论，若能成立，那么世间出世间一切法，就只要有世俗法就够了，又何必畅言有圣义地？况且找遍诸佛菩萨经论，都找不到这样的说法，只有中观应成派才有如此的邪见谬说。而曾克巴却解释说，此书由无明增上安利色等为世俗地故，但是由于无明增上认为色等诸法为真实，此色等诸法是世俗法，不是世俗地，所以曾克巴的解释还是错了，必须是无明不增上，以智慧力了知色等诸法不是真实，色等诸法是原生性空，无常、苦、无我，如是才能说是世俗地。而世俗原生性空的法，是由圣义法阿赖耶识所生才对。宗喀巴又说，阿罗汉必知佛与八地菩萨已断尽染污无明，以明知世俗假法，此假法称为世俗法，不称为世俗地。其实以证得四果的阿罗汉、必知佛及八地以上菩萨，烦恼障已断，分断生死已断，方便说已出离三界。虽然五蕴身还在三界中，却不执着世俗诸法，也不执着由我解脱，所以他们不需要认定此是世俗法，此是世俗地，已离三界故。复次，二圣圣者为证诸法空相，不知不证诸法之实相空性也。二圣圣者为一四圣地、八正道，而于蕴处界等世俗法之空相上观行，实证蕴处界等法一切皆空，如是所证所依世间蕴处界等世间法，而观其无常故空，故证实觉知心我无常之空，实证意识无常故空，永不再认意识为诸法的本源。复又尽断作主的第七世一根心空，而断我执，如是断我见我执，以证得人空，所知所断皆是世俗法，三界中十八界之世俗有为法，故名世俗地。再说西藏密宗各派皆即皆同以乐空双运、乐空不二之觉之心作为常住不坏的法，则堕常见外道法中，与常见外道所说的一念不生常而不坏之觉之心为同一心也。由是故说，密宗诸派皆未曾证得二圣法的世俗地，亦皆未证得大圣法中之如来藏也。未知未证七住般若慧之密的密宗，而以种种佛法名相，而以明点及觉知心作为实相心，作为如来藏，所说实无可信之处，所说正圣之言及成虚妄之语，皆是永犯大妄与业的人。而且世间凡俗尚且主张一乐因适可而止，何况佛教中至高无上之成佛法门，而修此世俗法而求极尽其乐。一般世俗之人于淫欲稍得满足以便休息，而密宗宗喀巴等人得性高潮已尚不能满足，竟进求永住性高潮之乐，并以如是淫乐进求第四喜之大乐，而求常住此乐之中，这是欲界大贪之行，尽可说之为至高无上之最究竟法、最微妙法，云何非是颠倒之人？而比密宗诸师竟崇奉如是颠倒之人为至尊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因
为时间关系，留待下集清教师再为诸位解说。在此祝愿各位福慧增长，道业精进，学法无碍。阿弥陀佛。禅净圆融，平时导师住。本书阐释净土门之塑形一行道，与同时接诸圣教门之塑形一行道，令广大的净土行者得以免除缓行门禁之苦，亦令圣道门的行者得以借由净土塑形道而加快成佛之时节。咱这的莲友，大家阿弥陀佛！下令地清开山求见，登山调修是明日三日道场，为了将来土地具的完整。最近分期各地调修是庙前五家建地15,000平，因为最近经济不好，筹备基金也较困难，压力也较重。因此，在此呢，向诸位化缘，会当踊跃
发心参加福建建地公益组，祝福诸位大家福慧圆满，吉祥如意。邮局尾巴号码3152-4399，户名胡丁山，表信息。诸位连地海会，咱家的大德居士莲友，诸位敬爱菩萨，大家阿弥陀佛，咱再来继续讲到念佛法要。今仔日过来讲到行持大师净土法理的一挂开示录，借着行持大师这个高僧伊的智慧、伊的善根、伊的愿力，会当予咱一面镜，会当予咱体悟到呢念佛的殊胜，予咱会当有呢发愿求生西方的这个坚固性。好，咱连续即几天来已经讲到伊56条的开始的13条。好，即摆咱来看伊的开始咯。花严六。